我们翻到142页，163句啊，这个部分呢，如心讲的很清楚了啊，我们带一下，顺便复习一下。这个如心也结合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这个正己化人的诠释好。正者呢是却不可易。易是变所以这是天地间的正理。而且也是这个次序，一定要正己才能化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啊，而后非诸人。你看这个而后，都是知所先后的道理。好，化呢是自然而然。你刻意的。比方说我们学的传统文化然后希望带动家人来可能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在洗脑了这个太太假如一直看我先生看到我做没有他就做得很刻意要给人家看那他的心就会期待别人的 feedback 做了一个礼拜了，他现在没啥动静我是真的遇过这样的太太，这个拖把一放，我都干了一个礼拜了，你都没有看到，那这个就是不是自然的，要刻意。做给人家看，进一步要要求别人有什么回应的。你传递那个磁场的时候尤其家里人特别敏感知道你的心态他说我看你能撑几天。所以应该是呢发自内心的这种诚意去做。才能感动人。好，这个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什么是七教孔子说的，上敬老而下义孝。如心那一天有举的是汉文帝叫亲友疾要先尝啊。昼夜侍不离床所以这个全国都受他影响所以汉代出最多孝子跟皇帝的带动有关包含这个后面有讲到的比方说176句152页我们顺便呼应一下你看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他领导者有带动自己以身作则他还能掌握一些榜样比方江夏堂就是典故就是黄香因为他孝做得好你看汉朝就封他江夏黄香天下无双给全国做榜样大家看了都感动了
所以这个举贤表德啊，显贤表德，表彰这些很有德行的，尤其是孝。你看二十四孝，这个历代都为榜样。所以圣王所重，这些有智慧的君王啊，都很重视啊，表彰贤德的人。包含东汉光武帝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你看当时候恢复汉室了那些功臣都在争功啊。有一个人不说一句话就走了。结果走就坐在一棵大树下。叫冯异。我们这一次实修班好像姓冯的那个学长来了三位都姓冯。我每次遇到姓冯了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顺便帮他们认祖归宗我现在有一个工作是帮助人家认祖归宗。这样他们的祖宗会保佑我。这个应该很能理解因为这是他们的心愿因为认祖归宗之后他马上会深呼吸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是吧你看这个瑞同学他们祖上也是周朝的大臣所以才有被封瑞国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与瑞与相争大家知道言语都要拿捏这个分寸这个要引恶扬善把人家可贵的要彰显出来好那这个光武帝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当然很敬佩这个冯异你看他功劳很大的他是云门28将的这功劳很大他都不居功再来你看皇帝都懂得举孝廉这里面有没有显贤表德圣王所重包含举善而交众你所美因为出处是论语举善而交不能则劝大家互相劝善很明显的你看白方礼老先生这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那你国家有表彰这样的人全国人就很感动马上可能那种支持那个贫穷孩子读书的风气就会被带起来像台湾前面也跟大家提过了陈述局可能不是跟你们讲的这个陈述局台湾一位女性卖菜的结果被一家蛮有公信力的杂志这个杂志是专门报道慈善人物的一个卖菜的居然挤入前几名了。人家很难想象他有啥钱呢结果他捐了1000多万台币卖菜的了。所以这杂志也挺可贵的他不是看相而已。你财产有30亿你捐了1000万那不算啥。他卖菜的他捐了1000多万那他大部分的钱都捐了。哦哟那这个不容易了。
后来一访问他，他说了，这个钱呢、啊，给需要的人，他才有价值啊。哎，你看他这种人生观特别难得。哦，我后来是看了报纸上来报道他，啊，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啊，这个陈女士说啊，她觉得她一天最大的享受，其实回到家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哦，所以你看，老和尚的教化的各行各业都有。哦，而且你看，听他教诲之后，哪怕是一个卖菜的都能感动世界哦。哦，结果台湾这个报道一报出来啊，小额捐款激增。为什么？人家一想，哎呦，我还比他有点钱呢、啊，人家都这么捐了、啊，所以小额捐款、啊、马上变得很多，都被他感动了。哦，所以这个举善大家触动善根啊，教不能啊，一些弱势的啊、哦，你看一个班级里面。哎，成绩比较弱的，你老师很有耐性啊。可能那成绩好的，被老师一感动，都加入护念落后的同学。一个班级可以这样带动。哎，哦，包含哦，治理一个国家，哦，我们看《礼运大同篇》，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哦，你看政府，哦，这些可能失业的，哎，给他们做、啊、技能培训。哦，你看台湾有一个单位叫喜憨儿，他那个就是、啊、生下来智力啊，跟一般人稍微差，哎，辅导他们做什么？做面包。哦，所以喜憨儿面包店。啊，你等于你在买面包当中，同时什么？同时在帮助这些弱势的人。哦，还有一些老板难得啊，哎，找他们，哎，比方说洗车，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劳动，但是就让他们有工作做，啊，觉得有人生的价值。啊，我还认识一个企业家，啊，姓郝。在新疆，哎，他的单位里面呢、啊，残障的员工占的比例很高，哎，但是他感觉到啊，这些员工特别忠诚，哦，所以你看，上好义啊，啊，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呢、啊。则民莫敢不用情。哎，你看这些很有道理啊！啊，治国、治企业管理都是一样的道理。好、哦，好，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孝心少年》？有吗？哈、哦，有一个孟佩杰。哎呀，这个有机会。应该请这个孩子出来弘扬传统文化。你看八岁就照顾他的后母啊，根本身高都不够啊，垫个东西煮饭。然后他后母啊体重比较重啊，你看他八岁的孩子每天怎么帮他后母运动翻身啊，那个都是很费劲的、哦。诶，后来好像还有学校，就是很礼敬他，啊、哦，这样的人才要特别培养，啊、哦，然后进一步还有医院也很发心，免费帮他妈妈医治，后来妈妈就可以坐轮椅了，本来都是长期卧床，啊、哦，你看这种孝心，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啊，
不认识的人都被他感动，来帮助他。好，这个上敬老，这是我们这个夏商周三代啊都特别重视的德牧，对老人要恭敬。我们昨天还是这几节课讲到的，那个唐初四杰才华这么高，但是你一傲啊，有时候就对长辈也会傲慢，你就得不到长辈的护念，所以。哦，这个德育故事里面就有讲到，一个读书人呢，很年轻就考上进士了，甚至于进到啊皇宫办公，结果有一些同一个办公室的这些长辈啊，都可能都大他一辈。甚至大他两倍的，他就常常开人家玩笑，结果这些老人家说了，哎呀，你不要笑我们老，你总有一天会老。另外一个说，你别说他了，不然到时候人家又侮辱我们了。结果后来这个读书人呢，可能三四十岁也就走了。另外有一个叫王斌，彬彬有礼的斌呢，从小身体不好，他看到人家长寿就很羡慕啊，所以只要从他们家经过的长者，他都站起来，很礼敬，然后就赞叹了人家老人家长寿，结果后来他身体就慢慢。恢复健康啊，活到93岁啊。所以这个忠孝有悌啊。这个对于长者啊也都要恭敬。这个金箍续寡敬老怀幼啊，这个敬老很重要。上尊慈啊而下义孝。尊慈，这个慈是指啊年龄啊，其实这个典故事啊，好像是马牛啊，它多一岁啊，它会长牙齿啊，从这个典故去啊，不然我从人来讲，年纪越大，牙齿都掉了吧？所以这个啊，这我是请教了我们。徐博士啊，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他是文字学的博士，所以要问他，不能自己乱猜了，好奇怪了，人老了不是牙齿掉光了吗？所以尊敬年长者，那臣民啊就会更加友爱兄长。那这个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自己有体会，因为在庐江的时候啊，我们尊敬啊这个当地的老人，结果当地的年轻人啊，也看我们礼敬他的父母啊，他不好意思了。所以呢，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不是很尊重他父母的，看了他不好意思了。那这个，因为那个庐江汤匙啊是出温泉的，越来越多当地的年轻人啊，就打温泉水啊回去给父母洗脚。所以这个确实是如孔子家语讲的一样，上乐施啊
而下亦宽。啊，君上乐上好之，臣民就会更加宽厚。哦，啊，上亲贤，则下则友。啊，这都是齐的一个以身作则。哎，触动他们善根了，哎，他们也会重视，选择朋友。好，你看老和尚也是乐施啊。哦，哎，那我们也会想效法他布施啊。哎，也会习得什么？越施越多。相信这个真理啊。啊，我有请一个演员啊，录那个啊，财布施得财富，真实不虚，你们听过吗？哇，这些故事啊，你们都真的有机会，亲戚朋友聚会可以讲给他们听。啊，这对夫妻啊都是演员，结果啊，这一位男士啊。啊，他艺术学院毕业了，在北京呢，从事这个演艺圈呢，结果找每天都忙着找导演啊，找编剧啊，找这些相关有权力的人呢，请他们吃饭，都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回家吃完早餐，然后睡觉。好多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还是没戏拍。最后有一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跟他说：“你得了青光眼，可能会瞎了。”你看他努力了几年了，大家想一想，他得青光眼，意不意外？那么长的时间都是。半夜都不睡觉啊，吃完早餐才回家睡觉。肝损害多厉害啊，肝开窍于什么？目啊。结果他跟他女朋友说，我们分手吧。他那女朋友难得。哦、他们现在每一次法会都来做义工，也很发心、哦。他女朋友说，你瞎了我都要嫁给你。后来他就在那个低谷啊，就想哎，好像有人送我佛书啊，他才把老和尚人家送给他老和尚书拿出来看哇，他就想哇，原来财布施得财富，结果呢他其实也没啥钱了，结果就布施一点了，就有人找他拍戏了哦，然后他也没钱结婚了啊，他要布施一点，啊，人家找他拍，哦，可以结婚了，哦，所以这人生很需要钱的哈、哦，买房啊这些，通通都是一布施，人家找他拍戏，他才有钱。哦，所以啊，不是你去攀一堆关系，你就能赚到钱啦。财布施才是财富的真因呐、啊。哦，不然。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到时候费了一大堆劲，甚至连身体都损害了，他就会觉得人生很无奈了。所以理得啊，心才能安呢、啊。哦，大家注意哦，这个上好施啊，布施，佛门万恨以布施为先，所以人呢、啊。一定要修这一门课，从这里下手啊！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好，这个最近啊，有吃到思雨跟佳美送的东西，啊，要一并致谢一下。哦。感谢我们男同学盛情邀请啊、哦，
好啊，你看老和尚，他说清净，你看清净三个老师，清净这个朱经咒老居士，你看我们听他教诲了，不知不觉就受他影响，所以现在交朋友，从认识他老人家交朋友，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呀、啊，会择友了啊，上好德啊，择下无影。君上注重道德修养，臣民就不会做不可告人之事了。其实包含家庭里面也是这样，你父母好德啊，孩子就不会偷偷摸摸的，每天就感受到你光明磊落了。君子坦荡荡啊，上物平，则下齿真啊。君上厌恶贪婪，对，厌恶贪婪，臣民啊就齿于相争了。好，那这里有引一段这个《论语》的话。季康子啊，在《论语》里面出现好几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问的问题啊，孔子都在点他一点，你要以身作则。但是他每一次都是向外要求，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让人民对我恭敬，对我忠，他们互相规劝，怎么达到啊？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你自己要先恭敬他们。啊，孝慈则忠，你要先仁慈，君仁，臣就忠。你还要教他孝道，忠臣出于孝慈之门。你要举善教不能，他就劝。这季康子，你看问这个问题。”再来，季康子还问这个季康子换道，就是国家偷窃的比较多嘛？你看怎么这个小偷太多了？孔子说：“国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因为你在上位啊，都喜欢这些珍宝啊。你又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气氛呢，风气呢。你假如都不喜欢这一些珍宝，你就喜欢道德。你奖赏百姓去偷，他都不去的。所以这个又提醒他，还是你的问题。他又来问了：以杀无道而救有道，如之何？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这个都季康子，你看有没有？同样点他一点，不一定点得行。所以季康子也是来度我们。圣人点他几次，他都不一定能行，就是那个惯性太强，就是向外求。传统文化佛法的内学，都要向内。所以这个上恶贪则下齿真，这个余锐会被感动，也是文王做表率，他的臣民百姓都礼让，下齿真嘛，就触动这两国国君的善根了。上廉让则下知节。君上清廉谦让，臣民就知道坚守节操。此之谓七教也。大家看这个上廉让，一个国是这样，一个地区也是这样。那个许衡新主
他很廉洁，逃难的都不去摘人家的梨子，他所在的地方，那个水果掉地上了，小朋友都不会去拿，啊，下肢节，哦，所以啊，其实我们谈到啊，对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做出榜样。你一个社区做出榜样啊，可能很多社区啊都会来观摩。哎，那种风气啊，人家一接触就欢喜了。哦，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团体、一个地区做榜样，力量很大的。哦，所以从那里开始做，从我心，从我社区，从兰彼得。开始做了，好，这个我，汤七十里望天下，文王百里而望天下。这个望啊，是去带动世界的风气。哎，你真的做出榜样来，人都希望人生幸福快乐，他自然会来这个找寻答案。可是你假如一个榜样都没有啊，他这个信心就立不起来。哦，所以大家要做你亲戚朋友的榜样。哦，所以这个。此之谓七教啊，这个就是啊，应该是教化百姓的做法啊。七教啊，七教者啊，治民之本也，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教定则本正矣啊。政治教化原则确定了啊，因为这都是很重要的德目啊。哦，那根本呢就端正了。什么是根本？人心嘛。哦，哎，你这些都是最重要做人的态度咯。啊，人心的，我们说德行的根基就扎下去了。哦，所以凡上者啊，民之表也。上位的都是人民的表率啊。表正则何物不正？表率端正呢？还有什么事物不端正啊？我们前面讲到齐家的时候啊，也是哦，有讲到啊，这个孟子的话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君子口无啊戏谑之言，啊，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啊，101句。哦，他能一言一行都做榜样了，啊，哦，所以为什么家人卦说，啊，言有物，行有恒，哦，那你看最后用孟子的话，大人正己而物正，你看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度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大人指圣贤了，啊，端正己身呢，身边的万事万物也会随着端正。哦，那佛家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哦，好，164句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自己不以身作则啊，底下的人不服气了。哦，有一个企业家叫石光敏夫。哦，日本人啊，不少企业家都是学传统文化的哦。那他每一天呢，都是最早去公司上班的。请问大家，他公司会不会有人迟到？啊，你看员工每一次一进门看到谁，老板到了，哇，这个其身正呢，不令而行。当然，他的生活习惯呢，每天9点睡觉，3点起床，啊，所以他当然能找到公司了嘛。好，哎，你们有没有联想到历史当中？哪个历史典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哦，刚刚汉文帝的啊，他是孝子，他就带动了。好，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京剧啊，你都可以想老和尚啊，哎，老和尚，你看他的布施做得这么好，哪有学生不效法的？第二，他忍辱的功夫，我们有时候一想，哎呀，我现在遇这个算啥？老人家又没有命令我们，不令而行。好，165句。诶，大家看这些句子啊，就要这么去下功夫哦。哎，我们都希望给别人好的影响。实在讲，你没有照这样做啊，你要给别人好的影响也不容易啊。不进则退啊，我们不效法，我们的德行也会退步的。啊，你看君子在位，可畏，令人敬畏。这个畏啊，是什么？道德的威，道德之威。啊，望之俨然，是这样的，让人敬畏的哈，不是让人家怕的要死啊。哎，不能理解错了啊。好，施舍可爱，施惠令于人呢，令人爱戴。看到别人有需要，主动帮忙。进退可度，进退依让可作为法度。进退都分寸拿捏的很妥当。其实大家有机会。好像我们当时候有机会亲近老和尚，哎，都要在这些方面去观察。哦，大家也要会观察教授啊，啊院长啊，他们在进退，包含底下这些周旋啊、做事啊这些部分。哦，学东西是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啊，老和尚讲经验说，跟他几十年，什么东西也没学到，那就太可惜了。好，周旋可则，交际往来可作为准则。啊，容止可观，仪容举止。值得观摩啊！对，君子不重则不威啊，还是要稳重啊。做事可法，处事施政值得
学习。好像也鼓励大家啊，你们毕业能够到福州去啊，参与一期的扎根班呢，啊，或者是半班。哎，宇阳去过了啊，这个还有点收获吧，啊，可以跟我们同学们交流一下，好，看看你们硕士毕业也可以去参与参与。哦，对，你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哎，你们本科毕业有去没有去啊？时间上可能没有安排开来。哦，不，好像思雨有去做义工。是去香港。对呀，对呀，其实。对，能去锻炼很好。哦，你能学习啊、哦，你包含哦，那我们就不舍近求远啊啊，像这个年底道德讲堂啊，大家假如抽得出时间来啊，不过你们要写论文了呢。哦，你们这个看怎么取舍啊！啊，以后也有机会了，你们自己斟酌。哦，我不能强迫你们，不然到时候论文出了什么差错，哎，我就阿弥陀佛。哦，但是我是个人觉得要主动自我锻炼。提升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呀。好，那你办一个活动啊，它整个从前置的准备工作，凡是预则立，到整个过程，到后面的总结呀、收尾啊，这都是很好的学习。哦，而且一配合工作。啊，那么多家人投入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都可以相关而善啊。好，啊，做事可法啊，这处事施政值得学习。啊，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就拉回来自身了。哎，我在做事是不是依循经教的？这些教导啊，言前定则不假，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哎，我有没有用这些原则？哦，好，哎，有没有度德量力、审事责人？对吧？这都是做事的分寸判断。哎。需先审其害，后济其利，这都是做事啊。德行可向啊，向是效法；道德品性可以让人效法。生气可乐，声音气度，令人愉悦。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老和尚，比方说。六七十岁的时候讲课的音声跟后来一不一样，声音应该可以不断转变的。哎，你心量大了，音声变了。这个心柔软了，音声就变了。哦，所以声音气度啊，让人家哎，气度就是你很能包容别人，哎，常常人家很尴尬的时候，都是你给人家台阶下，这就是你的气度。好，大家一起共住啊，声音不能太大，吵到别人就不好，说话、动作
关门砰哦，睡眠浅的人就被吵起来了。好，动作有文啊，动作典雅有修养啊，言语有章，说话清晰有条理啊，言语要记住啊，简要详明的原则。你不能一开口啊，讲得很啰嗦，讲得很长。现在人时间有限了，哦，但这都要锻炼的哦，而且是你很用心，你才比较容易能提升得快。啊，以灵其下，哎，有这样的一种这种风范呢，来带领下属。谓之有威仪也，这叫有威仪啊。好，哎，这句啊，你们可以啊，用这样去跟院长学习啊，你们可能会学得更具体、更深刻一点。166啊，这个是正心的功夫，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啊身修，那正心就很重要了。哦，不是，意诚而后心正啊，心正而后身修啊，所以心是根本。那我们看底下讲，我有公心焉呢、啊，哦，有公正的心，则市民不敢念其私也。好、哦，下属百姓啊，不敢谋私的。啊，我有平心焉，则市民不敢行其险也。哦，有平等的心。下属百姓不敢行险，啊，不会心存侥幸，啊，就是说，啊，平心公平，一视同仁，底下的人就不敢仗势欺人。可是你上位的人假如高傲了，哇，底下的人就很蛮横。啊，举个例子。这个东汉呢，首都是洛阳，结果呢，洛阳什么最多啊？皇亲国戚最多。哦，而且这个皇亲呢，有一个权利啊，叫官兵啊不能进。哦，结果这胡杨公主底下有一个仆人非常嚣张啊，哦，可能都都有打人甚至有杀人的这种很严重的罪行了啊、哦。结果有一次胡杨公主出来了，这个洛阳啊换了好几届洛阳令了，治不了，后来董宣68岁了，古人活到68岁很厉害了、哦、他还接这个这么难的差事哦。哎，你要你管着那么多皇亲国戚，结果这个董宣呢就拦住胡杨公主的车驾，拦下来之后啊，因为他那个仆人就在队伍里面，当场给他就地正法。你看这平心啊，就地正法。哇，这胡杨公主气死了，直接跑到皇宫找光武帝啊，告董宣。结果皇帝很生气，就把这个董宣呢叫来，啊，说骂他。结果他说：“哦，皇上啊。”啊，我们
大唐律法谁制定的？皇帝说，我制定的。那我依您制定的律法去执行，我有什么错啊？哦，结果这个汉光武帝本身也还是很有修养的，这么一听一冷枪也对了哦，然后就说，那你给我姐姐道个歉。不肯。哇，旁边的勇士啊，这压着他，把他的头往下压，他都不肯，压不下去啊。最后他撞墙自尽啊。哇，这个皇帝被他震撼了、啊。好像还赏他，重赏他了，嗯，哦，后来人家就称他强项令啊，项嘛，项是脖子嘛，称他强项令。后来被洛阳百姓啊编成戏剧了，到现在还在演，1000多年了，啊，你在洛阳只要。演强项令的很多人去看哦，你看一夕之间洛阳治安变好了，没人敢侥幸了啊，就斩杀了胡杨公主的一个仆人，整个皇亲国戚都乖了，这个就不敢行其嫌疑了。好，我有减刑焉呢、啊，啊，则市民不敢放其奢矣。那这个汉文帝也是很节俭啊，他去世的时候都不能厚葬，非常难得啊。你看这个好皇帝背后啊，都有非常好的妻子，长孙皇后也很节俭，他都是交代。哪一些不能花国家的钱？哦，好像还有马皇后是吧？哎，东汉光武帝的太太就是马皇后吗？哦，都非常节俭。哦，不是，阴丽花不是皇后。好，那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嘛，马皇后。好，一个政治人物啊，出了事情了，很有可能是他太太很奢华，这个古代跟近代都。很多哦，你看那菲律宾以前有一个总统非常差，他太太好像高跟鞋就100多双了。对呀、啊，好哦，所以大家要成家的人呀，这些都要好好注意啊、哦。好 ,167, 啊，下之事上啊，不从其所令，不是听你的命令，而从其所行。啊，是看上级的行为来效法的啊。所以上好事物啊，下必有甚矣。啊，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甚也，是民之表也。上位者喜好厌恶啊，不能不谨慎，因为他是民众的表率。哦、你所好要随顺经典，所恶也要随顺经典、哦、不是随顺自己爱真心了，那就不对了。哦、你好贤人、哦、你看上好贤下则友了、哦。你看舜王当时好像是有人敬酒。敬贡酒，他说大禹警觉性很高啊，他一喝啊，
后世一定有因为这个亡国的，警觉性特别高。好，这个楚王好细腰啊，宫中多饿死啊，所以这个上行下效力量还是很大。我们看丙进入啊，教学为先。168子曰：“性相近也。”性是本性啊，是相近的啊。佛也说，一切众生呢，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也是我们教化的大根大本。相信啊，性本善。任何时候都要坚信这一点，不然你会退道性哦。相信自己，你会尊重己灵；相信别人，你会坚定弘扬正法。习相缘呢？习积久养成的惯性行为。当然，因为下一句是“果不教，性乃迁”了，所以这个习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习惯。当然，修行啊是改不好的习惯，养成好的习惯。习惯是要养成的哦。比方我们见人善即思齐，要养成了。凡出言性为先，也要靠养成，要写下来，不断提醒自己。包含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你没有第一功夫，就没有第二、第三功夫了，因为你所有的功夫都要在这个基础，你浮躁啊，学不到东西的。所以老和尚都提醒我们，不能心浮气躁，共高我慢。我慢高山呢，乏水不入，学不到了，浮躁也学不了。所以你看张家大师跟老和尚对话，都是先什么，让心安定下来，张家大师才开口。那我们都知道习相远了，果不教性乃迁呢，所以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你选择的朋友，你选择的团体，这个都要很谨慎。所以这里注了：君子慎所习。你不断在熏习的，在养成的，这些环境朋友都很关键啊。我们说真上缘的169这个先王之人有好善上德啊，这个上是尊崇啊。是性，人的本性呢，喜欢善良，崇尚美德，所以你哪怕他现在习气很重啊，他看到一个人孝顺，他也感动啊，你骂他不孝，他也不高兴，而又贪荣而重利，这有这样的习性。又贪慕荣誉啊，财力啊，则故啊，贵其所上，而易其所贪。这个重视他所崇尚的，然后透过
教学啊，增长他的这些好善上德之性。哦，你看四摄，哎，这个四正勤啊，未生善令生，已生善怎么样？令增长。但贪荣重利呢？啊，未生恶令不生。啊，那已生恶，要把它去掉，就这个原则咯。哦，你看教化是不是跟四正勤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哎，可是我们假如不够清楚这一点呢，我们也有可能同流合污。哦，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听到这社会上的大人呢，谈论的都是哪一个行业钱赚的最多。啊，我们闽南话说的，第一医生，第一卖兵，第一是医生，第二是卖兵的，啊，这样唰唰唰唰啊，没什么钱，哎，一背出来20块还是20块钱，挺好赚的。哎，哦，那你每常常在社会间听到这个舆论，就容易受影响，所以我就受影响了。啊，我去填志愿就填那个出来好找工作的，结果自己没兴趣。啊，人做你有兴趣的一定可以做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哦，而且我还带过去生的习气啊。啊，那这些表兄弟姐妹回外婆家就回去玩耍的，我回去做生意的。你们没有看过这样的小孩吧？真的，人有过去生的习气的。我父母都是公务员，根本没有这种职场，结果我居然这么想赚钱。嗯，啊，幸好又遇到最重要的老和尚这个缘，不然算命的也是说我全世界做生意，坐飞机飞来飞去啊，啊，现在找了个老板啊，叫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啊，嗯，哦，所以贵其所上啊，故礼让心，哦，啊，重视所崇尚的这些美德，所以礼让之风兴起了。啊，益其所贪。哦，所以你看，都是贵其所上啊，就是长善；益其所贪呢、啊，就失。啊，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啊。故廉耻存。啊，这廉耻之心啊，就保存。哦，你看，拉到细节处。物虽小，勿私藏。他私藏就有贪了嘛。苟私藏，清心伤。所以廉耻也是从这里修的啊。好 ,170 呢，治民之道啊，勿笃于教。治理百姓最好的方法。笃就是很尽心尽力啊，一心一意致力于推动教化。哦，这个在哦，刚刚跟大家说这个，季康子说：“以杀无道以救有道，如之何？”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矣。”所以这个笃于教当中啊，还是以身教为先啊。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啊，必偃。哦，像这个啊，我们推展传统文化，尤其《弟子规》哈，在当时政府带领下啊，他都有办那个好的公务员呐、啊，表彰啊，好媳妇啊，
大家就以有这些德啊为荣。本来都是什么呢？乡下都是比谁房子盖得大。后来这个表彰得行了，哇，他领了那个奖状啊，挂在他们厅堂啊，以这个为荣。好，所以你教导他了，犯罪率就快速下降。所以自明之道，勿笃于教也。一期啊，善为下效，然后谓之教。所以都是上行下教，这个才是教化。草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啊，必偃。这一句啊，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你说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的，他懂吗？你没有接触到啊。有时候不知不觉形成一个观念，自己不知道，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候到海口。有一个企业邀请我去分享，就把他们的高管找来，让我跟他们谈管理。我就先问他们了，我们今天谈管理啊，你们首先想要管谁？不止一个人回答，当然是管员工了。那他的认知对不对？人最怕的就是观念不对。你要扭转就难了。所以佛门有说啊，舍身容易舍见难。舍身呢，我为佛法我肯奉肯牺牲，这个容易。把错误的见解放下难。所以这个破戒还能救啊，破戒你就很难救了。他的见解拉不回来了。你看孔子为什么说物果敢而智者。他果敢一般来讲很有魄力可是他智慧不通达又觉得自己对。谁都劝不动啊，会出大事啊，会把甚至把整个团体都带偏掉。好，这个172，这里面都慢慢的都提到这个教化的问题啊，还有具体做法啊。172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明也。古圣先王明白顺从人性的教育可以感化人民。所以当时候我们在庐江五天的课很多人进去的时候态度挺傲慢的。出来就鞠着躬走出来了。那一般看了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啊？其实啊，就是老祖宗的教诲是顺从人性的，通达人性的，所以他是没机会接触，有机会一接触啊，就会触动他本有的善良。这不是 magic 这个要看懂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啊。因为你看这个都是孝经的话这个服务孝也这个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所以老祖宗是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哦，以顺天下，就是它是道法自然的教育，哦哦，你看“天经地义”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哦，你看每天周而复始，啊、哦，这个太阳出来普照世间。所以天明以为常，法天明以为常，因地利以行义。你看大地滋养万物啊，够道义吧？没有任何要求，你把最脏的东西给他，他把你转成肥料，这就是大地地表母亲了。你看我们成长过程乱发脾气了，母亲一包容，我们自己生惭愧心。哎，哦，就是顺着自然的轨迹，也能感受到啊，人自然的轨迹就是父子有亲的天性。所以父慈子孝，不是谁发明的，自然的轨迹来施教。哦，所以先王建教。这可以化名也，啊！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明末以其亲。啊，有跟大家讲过嘛？隋朝兴公义啊，那个地方瘟疫了，老人瘟疫了，家里人都抬到荒郊野外去了。哎，这是什么？你想着活命啊，可是你的良知已死啊。你就视你父母死活于不顾，这不是良心都死了吗？你看他没有责怪哦，把他们都拉到县衙，他来照顾。你看他都没得病，他有浩然之气呀、啊。哎，你看先知以博爱，后来老百姓都是痛哭流涕忏悔、哦，这个地方的风气就转。但是也是他的博爱的精神啊，臣之以德义啊，而明心行，哎，向人民宣扬仁义道德，人民感发，企鹅效法实行啊。就像刚刚跟大家讲，这陈述局的榜样一立起来，小额捐款就变多了，而明心行啊。我曾经。到云南啊，他们云南省这个办的传统文化论坛啊，有一位文明办的官员啊，他说了一段话，我印象很深的啊，他说他们办的这个课啊。当地的百姓啊，提着钱哦，提呀、啊、就不是很少了，提着钱呢、啊，对他们官员说：“你们办这个课太好了，这个钱给你们拿去办这个课程。”啊，他说：“中国的百姓啊，太善良。”啊，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呢？因为老汉讲经的时候说了，中国的老百姓最善良。你不要逼到他连饭都没得吃了就好哦。其实这些课程啊，这是当官的人应该做的嘞。当官的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你看老百姓感动到，还全力要支持这些事嘞。所以以前传统这个儒家的教化是教育部负责的。佛教的教化是皇帝负责的，嗯，哦，所以你看，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哦，若文王啊、哦，你看
古人都是举这些例子来论证，或者经典来论证，就很有力道。所以鱼锐判鱼也，好，让鱼锐推判，这被文王他们这个臣民所感动，好，所以上行之，则下效法之，好，导之以礼乐而名和睦。你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然后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啊，就待会就有这个句子啊。我们当时候在汤池啊，每一个礼拜都有绿色课堂，就在树林里面啊，唱歌啊，唱有关五伦八德这些歌曲。啊，我也唱了几曲，啊，听说现在网上还有，呵呵，哦，所以有时候遇到母亲节，还有人发那个我唱歌的节目，哎，那当时候就，那种情境就是一家祖孙三代，啊，拿着小椅子啊，到绿色课堂来上课。啊，现在可能比较难，祖孙三代玩手机了，你看差很多啊，他们都很愿意来啊，哇，那个绿色课堂都人都很多啊，一起来唱善，这个善的音乐，哦，那这种氛围就很和乐，哦，那我们又有和风园29亩田呢，啊，比方说种番茄，哇，丰收了啊，拿来请百姓们吃，哦，所以视之以好恶啊，则民之敬，哦，你看做法，善则赏之，恶则罚之啊，这样民之敬，不敢为非也，哦，所以赏罚也是要分明，哦，这个百姓才有所遵循。好，我们先休息啊。